时候，不忍将沉默的时候，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。这首歌听起来是很可怜，就是你，我知道你可能对我是没有任何意思的，可是我却会一向的献殷勤，就我愿意付出，你不爱我没有关系那种感觉。我就觉得哇，这首歌很可怜，而且我很喜欢莫蔚。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好像也比较容易感性，然后我可能其实我在录音室很就唱很多歌都会唱到快哭快哭的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有把自己带进故事里面，你就会可能让别人有那样子的感觉，就也不是说要刻意要干嘛，但是就可能自己有感觉，所以别人也会有感觉。对，我的心。